老公，干什么？还没睡觉呢。马上睡呀。你看，看啥？我新买了一件睡衣，好不好看？一般。你看了吗？看了。你看这颜色好不好？这小碎花。还行吧。适合我吗？挺适合。你都没看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你。看着这块下边能看，又看上面。那上面和下面色能不一样吗？那不得看我脸什么？你不看脸怎么能知道适不适合呢？不用看，那张脸看了，天天看，一年365天，看366天，就不用看了，就知道了。那你还能想象出来吗？你不看？想象一下，想象出来了。你哪有那么多丰富的想象力啊？想象力老丰富了。快好好看，好看吗？还行吧。啥态度啊？挺好的。啊？不是你好好看，还得怎么好好看？不是我穿这睡衣，我拿着放大镜看。那倒不用，我这是站住话，你还用放大镜吗？不是，你就这样看好看吗？适合我吗？啊，适合，适合，适合。你不是在敷衍我吗？不适合，不适合，不，这不敷衍了吗？那你啥意思？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？那你想听适合还是不适合？我让你说真心话。说真心话，适合，适合，适合，你不着急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什么意思啊？你听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闷不闷啊？我闷呢。那我闷怎么办？你闷，怎么办？啊？拍个黄瓜办一办。我说我闷怎么办？你闷怎么办？脑袋伸外面凉快凉快就。你在这屋害怕，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那我在那屋害怕怎么办？害怕怎么办？啊？拿头拿被把头蒙去。那不闷吗？闷啊，闷你就弄个管伸到外面喘气儿。不是你几个意思啊？几个意思、啊？就挂杠呗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杠啥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不是，那你说咱俩哈，结婚十多年了，孩子都13岁了吧？啊？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屋睡了12年，你说你说是你吧？啥意思吧？啥意思？没啥意思啊。你这意思？给我娶到家，给我当保姆呗，我给你当保姆呗，洗衣做饭收拾家。你这闹啥？洗衣做饭收拾家，洗衣做饭收拾家，你怎么那意思不？那是保姆干的活啊？那不是保姆干的，谁干的啊？啊？免费保姆干的还是？哎呀我，那心思也没办法啊。给你真的是沟通不了，没有共同语言，真的。那你自己在这睡吧你。那你赶快走吧，穿你碎花小裙子走吧。